东西恒星引力在这个夏天其实给大家看到了年轻团队给这个市场的惊喜和创新的力量，也特别希望我们小红娘继续在明年能够掀起这样的一个狂风和巨浪。我们用辛勤的汗水灌溉的这部作品一定能在未来取得非常好的成绩。在明年的时候，华小红娘月红片会成为我们所有人的一个全新的代表作。开机，3、2、1，开始。带上大药的那一刻起，他会一直守护着这个大药，生生世世。杀青快乐！太管家范明老师杀青了，谢谢啊！这个剧一定会成为爆款。终于杀青了，美美老师杀青了，拜拜。祝狐妖小红娘收视长虹。我先下班了，再见。再见，我们杀青了。朱启伟。